你不是讲已经处理清气，现在王三和一定人的找回家，当初甲赵尚和尚预约月老就是林全福，那是凶凶起对峙，已经有可能的发现赵尚和尚就是东东。想到今天两个应该都不会，没事，我们就来了。这人战力一定有。黑林专货，霸屏是第一。三立台湾台二十九频道，拜一个拜哦，暗时八点，天之娇女。 你不是讲已经处理清气啊？现在王三和一定人的找回家来，当初甲赵尚和尚预约月亮就是林全福，那是凶凶起对峙，已经有可能会发现当初和林全福上映的就是许明凤。莫非有收到一个简讯，甲伊讲迄个假网站 IP 位置，还佫有迄骇客的地址呢？我听无你咧问声，你敢会当讲一个讲关键字 ？Friend， 真好开，凶凶起车。织田拓海，你佫要嫁到甚物时阵？ 咱两个是刚性革命的姊妹啊，结果你拢唔支持我，我敢哪会当希望你莫受伤？且用你三十万你的爸爸，你都会当讲避免就避免，我哪有法度相信？你讲的拢是真正的话，迄种好听的话，你唔免甲我讲。我拜托你，莫逼我，伫爱亲情还佫爱情之间做选择。但是你若想离开啊，莫甲我放相信嘛。那小王三和怎样？这甲代志甲许明凤有关？ 已经有可能料到赵尚豪就是当初领域意外过身的一个好事。我本来什么拢唔知影，啊，今嘛什么拢知影，这下我是闻死的，啊是安怎才好？咱囝阿姐，啊，我咧找阮朋友啊，请问让我靠个借啦？啊，我无靠过，歹势，我真正个袂记袂掉哦，你到别墅就好，咱家最后一号。